注意看这个日番武东侍郎，他叫做布莱特，跟死神连动脉丸造型哦去却超了。就因为佑哥曾经花太多钱抽这个造型，所以非常想拿东侍郎出来玩，便在看不到 ID 的巅峰玩起了东侍郎。只见佑哥在游戏中一直开秀啊，不对，是开送，好险队友看不到我的名字，不知道我叫佑送。除此之外，佑哥还能一个人包围五个人。不出意外的观众想看我出意外，想不到佑哥先秒杀凡恩，吃了祖卡的一套大屁股，再秒杀了克里希，还捡了美娜的尾刀，拿下三连杀，把东侍郎完成自杀炸弹客，好险最后有命，不然队友都说要结局了。